支持我哋持續收復更多香港優質影片，請 like、subscribe 同埋 share， 多謝大家。南丁离乡别井，远洋谋发展，富如家园守候，望早日意锦还乡。呢一种几十年前南丁去外国掘金闯天下嘅风气，今日喺新界一啲村落仍然存在。以元朗嘅新田为例，差不多全部南丁都去咗英国，剩低嘅村民女人居多，靠外汇生活。他们臭小路哥瞌眼瞓，打牙教，打油虎，日子过得相当清闲。他们当中有些不愿意去适应外国生活，宁愿留在新界，有些等个仔找到钱回乡下起新屋，光宗耀祖。有些呢就好像粉岭箭头村的罗太那样，等丈夫在英国安顿好以后接他们过去。目前罗太母子三人留在香港相依为命，他每日凑了细仔睡晏觉就去接大仔放学，顺便在村口等候丈夫英国的归鸿。他丈夫罗振华现在在伦敦 Iris 区工作，他和很多由新界去的村民一样，用劳工纸入境，在餐馆做厨房，想着找到钱赚到移民，就申请一家人到英国团聚。在英国华人人数大约有10万至12万，由香港移民去的华侨根据非正式统计大约有65000，其中40000多住在伦敦，其他分布在曼彻斯特、伯明翰、利物浦和爱丁堡等地。这几万个由香港移民英国的华人，10之89来自新界，客家人占多数。来到英国以后，大部分都是从事饮食业。目前英国大约有3000间食物馆、6000间外卖档，好像位于伦敦 SOHO 区的唐人街，中国餐馆之多数不胜数。但从餐馆外面别出心裁的装修，就足见竞争激烈。有半中半西式的，有全中式的，都是为了吸引外国人。连经营手法亦都同本港嘅酒楼餐厅有显著嘅分别。What kind you like? You like the chicken or the pork or the soup? Well, 大多数华侨经营餐馆，主要因为做呢一行唔识英文都勉强可以应付，需要嘅技能比较容易上手，加上利钱又大。如果一家人合作，人手仲不假外求，由做杂碎、甜酸排骨、炒扬州饭，发展到各种点心、小菜、家乡菜。因为得到英国人的欢迎，于是那些来自新界没有专业技能的华侨能够在英国找到生活。目前做楼面可以赚周薪120到150磅，厨师呢可以赚200到250磅。立足外国人社会，正所谓寄人篱下，加上言语不通，要建立自己的事业，即使有本钱也不是那么简单的。植物馆的工作时间冗长，一日10多小时，混在厨房和餐馆里面，周末、周日和假期都一定要开工。伦敦的鱼市场每朝5、6点就见买货的人源源不绝，
有本钱自己开餐馆的华人，凡事仍然要亲力亲为。虽然收铺已经午夜十二点，但是很多朝朝五点钟就起身，揸个几两个钟头车去鱼市场买货。由此可见，华侨在英国找生活实在不容易。在起初咧，就呢度嘅本地人咧，就嚟餐馆食嘢啊，咁样咧好捣蛋嘅，唔俾钱啊，咁啊，咁嗰个时候咧，大约有经咗有成年几两年咧，好痛苦啊，因为同本地人争执好大，打交啊，以及咧叫警察嚟调解啊，咁咧，当时咧系好困难。西蓬公西到个手指都冷埋啊！哎呀，英国啊，又冇工做，又搵工做好艰难啊，人工又平啊。好悶啊！即係冇嘢做啦，自己有啲嘢做啊，又冇咁淒涼啦。嗱，言語唔通即係最慘，慘我本身冇錢，冇錢冇人知。言語唔通，你行出去你同人講英文唔通，加上你睇報紙又唔識喎，咁鬼頭講你聽唔到，你所以咪好痛苦咯。好多新界去嘅華僑。为了解决言语不通文盲的痛苦，唯有硬着头皮去学英文。这班学生当中有做餐馆的，也有年过半百的，他们都试过因为不识英文，以致去街不识路，看医生也都不识跟医生讲自己哪里不舒服。要在一个陌生的地方，一个属于人的地方生根，是需要很多妥协，是需要无比勇气的。为什么香港会有这么多人选择这条途径移居海外呢？那就没办法了，香港找人不到做，耕田耕不到，我就英国跟人家做餐馆。因为当时香港1967年就很乱，那我想想下都是离开香港好了，所以我决意就到海外。除了那些小孩子嗰啲讀書前途方面啊，因為覺得英國嘅教育嘅方式方法咧比較先進啊，所以方便使乜嚟讀書。咁其次咧就覺得香港嘅治安方面啊，同埋前途方面咧都長遠嘅利益咧都係想向外發展，咁所以就移民嚟倫敦。英國方面咧即係醫藥啦，同埋讀書啊、治安啊，同埋都幾好。細路哥讀書咧，就咩都唔使我哋即係擔心，就政府會我哋安排。只要有一份好嘅職業咧，就其他都唔使多擔憂咁樣。冇錯，喺英國只要有一份固定嘅職業，克勤克儉，生活係可以過得相當安定嘅。好多香港去嘅華僑，無論做廚房、樓面，亦或雜工，都一樣買屋安居，買車代步。一间复式洋房，两厅三房。加上一个设备齐全的大厨房。前后有几百尺大的花园，都只不过是港币20万到40万左右。移居的侨民，无论工作怎样辛苦，就算做餐馆，一个星期都有一日休息。而放假的节目呢，就是打扫屋企、抹车、剪草，共聚天伦。不买屋的华侨有权申请政府屋宇，唯一条件是申请人必须在该区住过一段时间。假如申请人住屋环境过分挤迫，或者是有细路哥、有老人家的家庭，都可以得到优先考虑。侨居英国的华人家庭通常比较大，申请政府屋的时候往往符合了优先的条件，令到一部分本地人颇有微言。现在见到的都是英国伦敦各类型的政府屋宇，一个星期的租金只是10几磅至40几磅。好似陳志光一家住緊嘅政府樓，係喺 Kingston Hill， 離開倫敦市中心只需要30分鐘車程。除咗外貌美觀、環境優美，
屋里面的实用面积也有400多尺，一厅两房，另外有厨房。不过在英国来讲，一家五口住已经算是人多的了。伦敦大部分，特别是做食物本生意的华人，放假最主要的活动是去唐人街。唐人街包括好几条街道，而雀鹿街呢就是主要的一条了。星期日的雀鹿街逼到可以用车水马龙、水泄不通来形容。这里的华人平时各有各工作，加上大家分布在伦敦各区，距离的路程又远，车费又贵，所以登门造访的机会少之又少。他们多数是利用星期日到唐人街相会的。有些华人说他们将唐人街当作客厅，在那里会客，大家各具一个角落，鸡啄不断，彼此问候生意点啊，或者探听下有没有后果介绍啊。他们说即使遇不到熟人，但是听到周围传来的乡音就已经分外亲切。很多年轻一代的华人也都不约而同在星期日来到雀鹿街香港文化社门口聚集，然后各有各的节目。对老一代的华侨来说，平时很少去街，要等到星期日啲后辈才得闲陪下他们。这一日唐人街的酒楼餐馆坐满华人，挤拥的情形同香港假日的酒楼不相伯仲。不过以香港的标准来衡量，无疑英国华人的生活是非常平淡的。不识英文的华人精神寄托更加有限。唐人街有几间书店为他们提供部分精神粮食。这些书店出售专门报道香港娱乐圈消息的画报，广受华人欢迎。同时呢，有订购本港几份畅销的报纸，价钱贵过香港四倍，都仍然有供不应求的现象。自从录影机普遍化，英国华人公余消遣的难题多少得到解决。今日差不多个个华人屋企都有一部录影机，看的是香港制作的电视剧。他们花费3磅銀一个星期租一盒长达3小时的录影带。很多华人都表示每晚收工就挂着回家追电视剧，而有些主妇还很多时看到天光。当然应运而生的就是这一类专租录影带的铺头了。唐人街就有4间，间间都拥有2部以上的录影机，自然各类长剧的副本都可以大量供应。好多时一个新的剧集刚刚在香港播出，不用一个星期以后就已经可以在唐人街租到录影带。虽然录影带不多不少抢走了唐人戏院的部分观众，但是因为唐人戏院放映的大多数是港产武打片，所以也都有一定的捧场客。除了豪华戏院和新星戏院这两间专门放映唐片之外，在苏豪区唐人街附近也都有2间放映首轮西片的戏院，利用午夜场的档期放映港产电影，对象是餐馆收工的伙计和厨师。香港的报章、杂志、电影甚至是电视节目都成为英国华人生活的一部分了。事实上，很多华人虽然生活在英国，但是对英国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状况都全无兴趣知道。有些华人住在英国30-40年，思想见闻都仍然混在自己的框框里面。
好多話就完全擘大口得個窿。啊，坦白講啊，唔係話得罪自己中國人喎，唔識英文，淨係講翻自己個本國語都講唔掂。咁佢邊度？啊，佢想同翻嗰啲做朋友做唔嚟啦，想玩鬼都玩唔嚟，不如唉都好咯，咪今日透工咪走去打幾圈麻雀咯，咪賭幾鋪咁啊，算數贏就攞嚟輸咗咪算數，咁而家翻去瞓覺。所以佢有時逼成啊嘛。呢個事實係，因為呢個問題咧，即係青年人咧多數冇咩娛樂。正常的娛樂通常呢就在賭方面來發展，牌九啊、翻攤啊，甚至無麻雀啊，或者是卡斯諾啊，這幾方面賭得犀唔犀利啊？都好犀利啊，賭狗賭馬都好犀利啊。有人說有中國人的地方就有賭博，在英國也都不例外。由於生活苦悶，賭博更加變成部分華人不可以缺少的娛樂。唐人街裡面相隔一條街就有兩間外圍頭住宅，這間在雀鹿街的，每日午飯以後就奇門如市。站在裡面聚精會神的華人有很多是餐館的大廚和侍應，因為餐館工作午時以後有一兩個鐘頭休息，連這段時間又太短，不知道做什麼好，於是有部分廚房和樓面就入了去投注站打發時間。有些華人雖然不懂英文，但是刨起英文馬經九經就比很多英國人還在行。現在華人多數轉向去卡斯諾多了，卡斯諾為什麼呢？卡斯諾乾淨一點，空氣好，一來又贏大錢容易，二來呢有些安全感，一贏到錢就不怕人家索。西人的卡斯諾呢，即是有牌有證 的卡斯諾呢就比較方便華人很多，就容易點入佢會員咁啦。自從82年七月勝利俱樂部縱火案發生以後，倫敦唐人街嘅華人俱樂部已經遠近馳名。今日非法嘅賭博活動活躍如昔，每逢中午餐館休息、午夜酒樓閂門，俱樂部生意就特別好。很多華人，尤其是上了年紀的，始終都是喜歡玩一些東方的玩意，例如翻攤、牌九、骰仔，賭場都沒得玩的。有個老華僑還說，落俱樂部賭，輸到火氣的時候，說回粗口，也都同聲同氣。不過，另外有些華僑就認為，俱樂部有很多爛友在這裡，你贏到錢啊，又拿多少啊，佢入邊嗰度又好複雜，你講客家得，講潮州得，講國語得，講咩嘢佢有人應酬你，樣樣都攞玩賭錢啦，麻雀啊、翻攤啊、牌九啊、報紙咁啊、睇電視咁，同錄音帶乜都有啦，任你啦嚇。即係咁，你有好多有時候中國人話講有貪啦，飲茶飲水食嘢唔使錢咁樣係嘛？呢個喺唐人街出入咗十幾二十年嘅華僑嘅話，呢度計嚟講咧，七百間賭有六七千五百人開賭檔嘅，喺大檔，每間大檔成幾百人嘅喎，係咪香港人開嘅？香港嚟開嘅，有啲仲有做餐館嘅好多啦，係嘛？就呢行嘢揾錢快啊嘛，香港度啊呢樣啊嘛，係嘛？咁有錢係嘛？四間餐館已經有冇開賭檔啊？每個禮拜抽成十一十千磅水嘅喎，就算你除埋入邊嗰班人咁樣，仲有起碼都容易啊！一個禮拜成三兩千磅嘅品牌，個求銀紙啊嘛。除了大字標題的華人俱樂部，據說唐人街還有很多地方可以進行賭博活動，中親會和鄉會就是其中兩個例子了。這間掛著餅店招牌的店鋪，窗廚放了一部鋪滿塵的造餅機，但是街坊說從未見過它陳列過麵包西餅。
當地一位新聞從業員同老華僑林伯都分別話俾記者知，呢間鋪頭裏面咧係麻雀館，經常有華人入去耍樂。總之，英國人喺唐人街開賭場揾華人嘅錢，華人本身咧亦都喺唐人街開俱樂部揾自己華人嘅錢。倫敦華人社區中心嘅社工表示，英國華人社會因為嗜賭而造成嘅社會問題已經漸見顯著啦。勝利俱樂部縱火案以後，好多人都傳倫敦唐人街比以前複雜咗，究竟係唔係呢？縱火案涉及越南人，究竟越南華僑同香港移民去嘅華人生活上、工作上有冇利害衝突呢？英國華人社會新一代面臨抉擇，家庭同學校之間無論語言、道德觀、價值觀都有分歧，何去何從呢？他們的父母又準備怎樣面對呢？兒女長大成人，自立門戶，老華僑怎樣度過他們下半生呢？下一個星期的鏗鏘集為大家詳細報導。